下一二三，剩下你们三个人呢，我好可怜哦，我果然真的是边缘主播。做深蹲很好，对，我就是想要练大腿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之前我前一阵车祸，然后去做复健，那个护士跟我说我的肌耐力很差，非常差。他说我虽然看起来很壮，但其实我是弱女子，就是他说我可能随便一撞，然后就可能容易骨折啊，还是什么的。嗨，过客。都可以刺激到，怎样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有在练？觉得这个都没效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买这个的意思，这个没有，没效。之前有去健身房。真的假的？啊，你现在为什么不去？不然你来啊，我们高雄啊，一起去啊，跟面包啊，然后我妹啊。那你去都穿很辣吗？没有，谢谢。好啊，天天。喂。受伤就没去了。也好。去的话，要一小时才会到。啊，那你们要在哪里？等下还要先回去吧。对啊。好。对，我还要带你去看对面的小鲜肉。小鲜肉。对啊。好啊，你们等一下等我再来吃哦。好，拜拜。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在自刷。你跟我说过啊，我妹说你跟她讲说这个会褪色，这是金霜养吗？
是椰欧双氧氢眼镜，不是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在问看那个，因为我知道是金双氧会褪色，这个真的很好用哎、欸，我还要再去买。嗨，狐狸君，熊熊坏人，为什么我觉得熊熊坏人的照片很眼熟？我们是不是有聊过？嗨，蝴蝶君，你去吃饭吗？蝴蝶君，嗨，恩恩，泡沫玩玩专属粉丝，哈喽。嗨，春哥，谢春哥爱心。有昨天，可是你昨天也是叫熊熊坏人吗？不是吧？去加粉丝或者是这边认识的人，对 ，FB， 对，包括小奶熊我都没有回复。他也很会说，人家不是给我看东西，他找不到关 FB 的、啊。如果他开了，我一定马上给你看，他真的要超级。今天接一个客人的。
爆炸头了，真的，他钱包一打开，怎么厚？那应该就是他总财产了吧？他柚子叶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他的包包是香奈儿，他连耳环也是香奈儿，是真的，我不是仿的。说不定他就是越南新娘，他开 BMW。就是如果直冲我的店门口，我真是傻眼。那你真的要把这个大姑留下来？没办法，因为他要回越南。不是，因为他不常来。我不常来。我不常来。嗨，弟弟。嗯。我是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阮月娇。阮月娇。因为我觉得那个阿妈那个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我觉得他那个算命阿姨很好笑，还有那个房东那个超好笑，窗里小了，房里有龙虾，龙虾泥鳅，很讨厌。你跟看的狂笑，你看好几次。我狂看嘞，然后一直笑嘞，尤其是那个来妹妹，我帮你算命，你想不想知道你上辈子是什么？猪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被骗的，因为你上辈子是薯条，来当老的。你哥哥，你哥哥是薯条哥哥，你姐姐是薯条姐姐，你爸爸是薯条爸爸，你就是薯条，你就是薯条。所以你欠诈，哎，还很会装。